哥，很快了，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切下来月光了。哦，今天就是155了，155，够垃圾的。你那五六次月光多的不说，怎么着也能多刷个三次光、四次光。我伤害变低了吗？我伤害一直都没有变过呀，我伤害感觉就是没以前高了。啊！快上我这一关看看能不能说。我感觉伤害就没以前高了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废物。这种九个怪的都不能一回合了，去怪血的多了，还是我伤害低了？还得重启。他娘的，还得重启。156，然后再来个女拔月光，他只要不出系统，输了，完了，没了。这凤凰台就不好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延迟，你知道吗？是的。账号把通。去捕头看一下能不能点啊，赚点钱啊。能点，没了。等一下啊，我。